那就是在二楼等，反正文山半次就是 OK 啦。好 ，OK OK 啦 ，OK 啦，反正电死你。反正二楼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反正不 OK， 大不了坐 JR 去，电到半天。什么意思你？已经付钱了不是吗？爽是啊。那这笔钱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给，我本来就没有给。哎，你有没有付钱呢、啊？有啊，不行，那你不给预约，不用付钱、啊。一人四千，你已经给我了，我三万块已经给了，我给他三万块。都给你来不及啦，我还可以不给啊？对啊，这种 service 你都给了，我是不会退的。这种 service 凭什么跟我收钱？喂。